刚才给大家介绍过，打分分几个阶段，我们看起来跳马它只有一个动作，也就是它只有一个难度，但它打分还是有几个阶段的。第一腾空，第二腾空，推马时的姿势，还有这个落地时，这次比赛跳马项目呢，有好几位选手选择了这个动作，6.2的难度，一定要直体的丘克哈拉转体720度，它是侧手翻开始。它起跳方式有不同，组别不同。它这一组呢属于第四组，那么像毽子上板的就是第五组，前手翻是第三组。那么像跳起转体的是这个第二组，跳转360的这个，刚才董振